大家好，我是 Prologue 的秘手 Peyton。 我们 Prologue 将会 Annual Concert 表演自己的原创作品变样。我们看到现在社会有些现存的问题，我们打算以音乐向现实控诉。如果大家想来看我们的原创作品，就记得支持我们 WYK Annual Concert 7月13号 BUAC Hub， 到时见。